快乐七九六治愈校园巴士。宝宝在成长期还没有养成学习的习惯，但学习的兴趣是可以通过游戏来培养的。惠乐七九六治愈校园巴士，宝宝的学习乐园，通过手眼互动的游戏，教宝宝学习数字、字母，认识动物和形状，提升音乐乐感。你看，巴士的四个面都有好玩的游戏，宝宝好奇地转动这些齿轮，锻炼手指的发育。翻开书页，有多种可爱的动物笑脸，五个按钮分别是五种形状和颜色，有对应的动物叫声。打开车尾的门，里面有好多的动物朋友。乱象连设计，行驶时卡通司机还会一摇一摆，伴随着好听的音乐，新奇又可爱。安全程度的绳索，拖着玩更有趣。惠乐七九六治愈校园巴士，通过有趣的互动游戏，培养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思维能力。快乐小天地，多功能组合游戏，每一位宝宝都有善于探索的天赋，一碰就会有动作和声音的玩具会让他们更感兴趣。